哪里？一个公园。找了一张椅子之后呢，坐下来。好，来，这时候啊，拿出了一份报纸出来看报纸的动作。看报纸的动作，然后突然看到什么？他最近很红的什么17号的篮球手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很厉害，所以呢，突然想要模仿一下17号投篮的动作。17号投篮的动作，哎，两只要投篮，对不对？投篮的动作，好来。学他好像也有点无趣了，来学一个踢足球的动作。哎，男生是要两只脚踢还是一只脚踢啊？好，所以呢，踢足球的动作好像也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学一个比较困难一点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游泳游蛙式的动作，游泳。